转向我们的幸福的入口处。来，我们即将要邀请我们的幸福人团队来到我们的幸福人会场，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热情的掌声鼓励。好的，来，我们首先要邀请我们的维纳斯女神，我要邀请我们的第一对，也是我们新娘子的亲妹妹，我们的洪诗婷，也邀请我们的诗婷以及我们的玉慧进场。好的，来，紧接着下来要邀请我们的第二对维纳斯女神，我们的张云轩以及我们的叶芳竹进场。来，让我们先邀请呢哈，哇，邀请我们的创会长，我们的洪会长来帮我们讲几句话。今仔日喜欢羡慕啊，甲羡慕说啊，上第一欢喜的一日，准备今仔来参加，因为阮呾伫五六日前，伫大陆开一个世界六规。第十五届昆曲大会带他回来了，啊！伊希望讲我一定会带来个参加一下呢。啊，当然我义不容辞，因为迄妹啊是一个真热情，对公益非常奉献。因阿公啊会当做这么久的李长，即个阁是连任，当时咧也是今年多达行动算，阮嘉义六桂中心会的理事长，而且今仔日阁在查某囝
几年，所以会使讲是三喜临门，三喜临门非常难得，会当三喜临门是真不简单嘞。所以因两阿婆嘞，今仔日特别欢喜。啊，今仔日吼，咱的赖家，咱的洪家，的所有的亲朋好友，大家恭喜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今仔真欢喜吼，咱的洪胜武里长，也是咱六个中心理事长，要嫁查某囝，啊，要嫁查某囝吼，这个排场啊，真大啦，找无迄个一间餐厅容纳下来，啊，我摆伫遮，你看，所以我大家伫遮吼，安尼，食一个这个无冷气，啊，但是吼，真正设备真正好，今仔天气也真好，诶，这个餐会吼，咱这个婚礼吼，会使讲吼，真正无简单。啊，我看我们这两小口子吼，会使讲是郎才女貌。啊，也是郎貌女才啊！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在台科大认识，然后结婚吧哈。一零啊，提出个观点哦，一零两个哦，拢是台科大的硕士啦哈，拢是迄个管理硕士的毕业啊，所以男方女方都足优秀的啊。男方唔是指挥官啊，要去美国戏骨哈啊，这位工程师回来啊，所以也算讲具有这个。国际大企业的这个训练，啊，咱洪胜武查某囝哦，还不得了哦，伊捌得过这个创意竞赛全国比赛第一名哦，啊，伫阮家己湾真活泼哦，啊，不管伫伊个细心好，还是伫台科大，都捌当选过杰出青年，会使讲哦，真正优秀，啊，带着这个查某囝仔哈，啊，应该是真正。幸福啦哈！哎，嫁到这种红婿吼，也是真正好，因为即马这电脑工业哈啊，正还在蓬勃发展之中，所以这两小口子哈，未来前途无量，大概是绝对是的。啊，尤其咱查某囡仔哈，啊，咱慧雅一算就因爸爸妈妈哈这么好的家教啊，服务的个性，以后一定成功了哈，当然买好的服务。这个公公婆婆啦哈、啊、所以这家我是感觉讲未来前途一定非常非常的好。啊，俗语有一句话啦，讲姻缘是天注定，不是媒人较好行吼，这对媒人较歹势吼。但是这对新人吼，真正才子佳人，天作之合。所以咱希望吼，这个慧雅吼嫁过咱大家以后吼，啊，拜托咱妈妈给咱照顾一下吼，今日这么多家人拢在遮吼，啊，拜托吼，来给咱照顾一下。啊，我报告一下吼，咱的黑母兄吼，咱的红里长吼，普通时就足侪心吼。啊，我今日一摆我就伫搭看吼，看安怎，普通咧嫁查囝拢唔敢啦吼。啊，但是吼，咱的红黑母里长吼，从头到尾拢笑嘻嘻啦吼。在含着眼泪，带着微笑，哦，啊是安怎？因为真欢喜，咱的会也见到一个足好的红婿，啊，大家有赞成无？咱是夸奖个推荐吼。啊，所以咱这边特别恭喜吼，咱的黑布里长吼，啊，咱的洪诶里长娘啊吼，啊嘛要拜托这对新人吼，认真拍拼，拄啊市长交代啊吼，认真拍拼啦吼。啊，我常常讲一句话吼，讲恋爱是甜蜜的，吼，啊，交往是快乐的。那结婚以后一点一滴的累积才是最充实的哦！祝贺这对新郎，把祝贺给你所有在场的贵宾，大家恭喜恭喜，感谢。好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立伟，把特别感恩邀请的咱们吼，哇，我们的台湾六龟中青会，我们的创会长，以及我们的总会长，以及我们的市长啊，以及我们的立法委员啊，再多的咱这部台顶，每个咱这四位贵宾，好朋友大家共同敬一杯小酒，敬一杯欢喜酒。那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，不管你是喝茶、喝酒、喝果汁，来把你们酒杯斟满满。祝福我们今天的才子佳人幸福又美满，也邀请大家共同高举你们的酒杯，来酒杯举高高，也来祝福我们的秉亨，我们的慧雅往后的事业上越做越棒，越做越高。好的，来共同高举你们酒杯，来大家共同喝大啦，干杯，恭喜！
哇，一对佳偶幸福联婚，三生有幸，事事如意，五事齐昌，六六大顺。也要祝福我们的丙坤，我们的慧雅能够幸福长久，恩爱百分百。好的，来，当然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长官嘉宾共襄盛举，一同来到会场来祝福我们今天的才子佳人，祝福我们今天的新人。好的啦，那当然也不要让我们的新人以及我们的长官等待太久的时间，来邀请我们的长官，来邀请我们的市长啊，立伟来了。当然哇，也感谢了哈，感谢我们的创会长、总会长，非常感谢你们的莅临，谢谢。谢谢哇！今天你做感谢吼，咱请你谢谢咱的贵宾，请你谢谢咱些好朋友，共同来到会场，满满祝贺，祝咱的新郎新娘会当感情愈来愈幸福，会当感情愈过愈快乐啊！来，我们小朋友可以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来到我们的前方哦。时刻准备来跟我们现场的小小朋友做一个互动哦！哇，不止送气球，还有送糖果都有。
时刻哈，我们的魔术师。哇，这个时刻也跟我们小朋友哈共同一起来变魔术喽！哇，这个时刻也来跟我们的小朋友哈，来做一个哈，哇，这个魔术的交流一下。当然了哈，我们的魔术师也来教小朋友哈，怎样才能变魔术呢？好厉害哦，我们这位小帅哥，哎，你怎么转那么多圈啊？一圈而已哎。
个是全台年纪最小最小的小神童，从六岁就开始演出了，让大家猜猜看哦，他现在是几岁？当然，哇，我们本团我们的川剧变脸老师为四川川剧院我们认可的遗传弟子，真正有到我们的大陆拜师学艺的，所以今天我们不用搭飞机出国来参加哈，当然只要来到我们的会场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才子佳人的世纪婚礼，精心设计的这一顿我们的美食飨宴，当然就可以观赏到豪华版的川剧变脸的神奇演出哦。当然了，一转头一回神瞬间转换，等一下让大家猜猜看哈，我们这一位是几岁哦？从六岁就开始演出了哦。哇，掌声鼓励！哇，一个动作，一个回神，马上就瞬间转换一张脸哦。哇，又换了一张脸了。哇，这位是我们年纪最小的，我们的变脸小神童。这两位变脸老师，来，一男一女哦。哇，精彩的演出哦！我们真的有到这个大陆来拜师学艺的哦，所以今天的嘉宾哦都不需要搭飞机出国去观赏，只要今天来参加哇我们的惠雅以及炳坤的世纪婚礼，就可以看到这一场非常豪华版的我们的变脸秀哦。哇，掌声！哇，一个动作，哇，一个挥神就马上变了一张脸。哇，你看他们变脸时候这个动作相当的敏锐，速度非常的快，真的不需要到一秒钟就马上换了一张脸。哇，热血的掌声。
的脸。好，紧接着下来是我们的大型木偶变脸。哇，这个是相当稀奇的，在我们的外场很少会看得到的。当然我们也曾受邀到我猜的演出，也受到我们的宪哥的肯定哦，所以我们的老师也常常受邀至我们的世界各国巡回的演出。当然在我们的最近也受到我们的飞哥的邀约，来到我们的综艺非常的赚的演出。相信大家如果有在看电视的话，应该哇会对我们一点点都不陌生哦。好的，来，那当然这个时刻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变脸师，这个时刻已经来到我们周边了
吼，已经哦，哇，慢慢的躲到这个这个气球里面了。你看，右边这一位也是，左边这一位也是，你右边这一位是蜘蛛人，啊，左边这一位嘞，什么人？小花吗？哦，顽皮豹，哎，真的有像有像哦。竹竿，你在说你是不是啊？你在摇。对对对对对。来，我们的顽皮豹已经进入半个身子了。那当然，蜘蛛人比较胖一点哦，已经躲进去了。哇，我之前哦遇到我们蜘蛛人是没有那么胖，因为最近呢都没有出去运动的关系。不见了，我的顽皮豹已经不见了，蜘蛛人只剩下一只脚，也太肥了，躲不进去。哦，两个人都跑出来了，好可爱哦！哇，很像那个什么柠檬，又很像那个小金龟。哇哇，我们的蜘蛛人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哦。感谢我们两位，哇，非常精彩的气球人的演出哦。